大家好，我是 Fontane， 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气候 tracker。 今次在这个活动里面就已经来到哥本哈根的会议的第二日了。今天发生的事就不是很多了，仍然处于即会议仍然处于一个热身阶段，每一个国家都未有太多的特别突破性的发言，所以我都要继续在这里继续为大家留意着之后的会议会发生什么事。今天余下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将会在5点钟的时候就去看一个中国的代表团，他们有一个 briefing 的，到时就可能会多一些资料是关于中国究竟在这个会议上面会做些什么，到时再讲给大家听啦。先，拜拜。